一定怎么想要骑摩托车了？我以前我看爸爸在骑野车，我一直在旁边学，爸爸就让我骑。我自己本身也有在玩，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是觉得他好像有一点兴趣，然后他又不怕摔。大概几岁的时候？那个时候是2岁出头开始。他正式骑两轮的 PW50 是2岁5个月。对，就是他自己可以独立操作这样。开始在玩的时候是玩场地吗？还是玩？一开始是骑土路。就是越野的要飞的那种，而是他不会怕跳来跳去，不会。然后开始接触柏油路是3岁半，就是 TSR 的第一场的那个小朋友的试办赛。接下来你是打算就是等于边走边看的，对啊。但是他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就是会让他就是走这一块，对，对啊。那你有没有给就是？爸妈可能还在管，那你们先去见一个人。这种东西就是循序渐进，然后装备一定要有，就是场地要在封闭安全的场地，就是基础要先打好了。对啊，不要急，就这样。基本上就是这些。OK， 现在台湾玩这个多吗？这两年越来越多了。对，因为风气我觉得有起来啊，因为台湾现在赛事主办单位也越来越肯办小朋友的比赛，然后再加上。前面有人做了，都会有人比较敢一起进来，对，不然一开始如果都没有人在玩的时候，就
会觉得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，这种东西就会有一个牵引的作用啊，就是哎、欸、有人玩，然后好像看别人怎么玩，然后就知道怎么入门哦，对，对啊，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喝个水吧，放松一下。